是什么拿出旧来留给我的传家之宝了？你们可别小看这家门呀，它可是需要健壮的小母鸭在卤水里游个三圈，再拉起晒个美美的日光浴才能完成。这样的酱奶鸭取得油脂水分，吃起来真的那口感绝了，好吗？皮肉还相当的有嚼劲，关键连骨头……赶紧睡觉，明天就把鸭过来。最近有粉丝直播说我吃的太素了，那就上点硬菜。哎呀，那错了，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，龙我吃不了，但我可以吃驴呀。这个是来自山东德山的上等驴肉，身上没有一块肥肉，吃起来肯定不会发胖，味道有点像牛肉，可是又比牛肉更嫩滑，吃饱喝足。哎，等等，我家怎么会有板砖？你猜让我看看来重新拿个小宝贝。哎，韩美娟的快递。哎，不敢相信啊，居然是零食大礼包。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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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说我是吃货，好吃是会遗传的。你拿着快递给我滚出去！妈，这是你的。妈终于出去收租啦！经过精密的计算，妈妈走到电梯口需要20秒，电梯每下一层楼需要2秒，来回时长需要5分钟，收租需要10分钟，走时长在15分钟内填饱肚子便起床睡觉，安全。所以请吃的小锅煮，仪式感是不能少的。妈呀，肉面太有嚼劲了吧！太幸福啦！妈，我能再吃一口吗？你吃啊！起床啦，奥利给！挑选的大黄牛肉质很松软，不像超市里卖的那种很硬的牛肉干，关键是价格比超市便宜，很麻很辣，保留了牛肉的鲜味，太好吃了吧！奥利给！把它喝了。哦，好。原来妈妈这么爱我，大晚上给我煮汤，太感动了。只喝汤是不存在的，来点肉。太有嚼劲了吧！配上老妈的浓汤，真的是绝配啊！吃起来又麻又辣，还特别的爽滑。好喝吗？我妈关注我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听说您火，我没吃过就火了。哇，好用心哦，完全的满足我这种精致的初春女孩。赶紧喝一声，小时候的味道，锅巴是肉软浓香的花甲汤汁，味道特别的鲜甜，可吃，给个赞。咦，还有我最爱的 See you tomorrow。比拇指还粗的龙虾尾，可还这么的薄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咦，这龙虾可这么好吃的吗？好东西当然要留在最后啦。嗯，好鲜好辣好过。妈，虾帮你剥好了。在哪买的？妈那留。哇哦，老夫的少女心都要融化了好吗？ QQ 软软的，摸起来超有弹性的，居然会爆浆，这口感让我对它的爱意真是犹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嘿，让我一口吃掉你，妈，给你。你们知道零食为什么叫零食吗？因为只有零点才能吃。一直没对你下手，我怕你内心不够成熟。脱掉，脱掉。哇哦，有内涵。想要成为米饭的佼佼者，必须搭配天山雪水，在密封的环境下炖煮10分钟。啊，好浓郁的咖喱香，成熟的味道。饱满的米饭都牢牢锁住牛肉汤汁，真的好吃到费力气。对不起牛仔仔，你千万不要关注我。妈，听说这安徽的烧饼是出了名的香，不会是黑暗料理吧？这酥皮戳着像刚出炉的蟹壳，看着还挺酥脆的。我这可是第一次吃咸味的烧饼，闻着好好吃的烧饼，美味扣肉再加上酥皮，真是欲罢不能好吗？武大郎，你当初要是卖这个烧饼，怕也不会跟人家跑了呀。大哥，你给我打死他！记得不要出来。OK， 明白。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，爸妈结婚一周年，我妈减肥到时候肯定会给我吃。有黑方巧克力，量还挺足，难吃那就是贴心。口感鲜滑，甜而不腻，一点都不会苦。男人就得挑我爸这种，礼物没变，心也不会变。爸，你不可能不作祟。妈，你不是要减肥吗？神秘北极圈，阿拉斯加的三天，水的脸，出现海角的天边。为啥牛妈妈这么可爱，都是妈区别的这么大？咦，好浓的肉香味呀、啊！一看就是正经猪猪。哇哦，肉质非常的紧实，这就……我妈在梦游。老妈让我多吃点核桃，什么意思啊？哼，这个面的分量太重了吧，跟仙人一样实在，赶快来吃掉它。哇，料包里还有我喜欢的芝麻跟肉丝，等我一下。看面皮好不好吃，就看筋不筋道。这面的味道太香了，这面真的好爽口，好好吃，香辣味完美的融入在面里，口感真的好。我只能下水呢。唉，这辈子我是当不了四川娃了，换
被分为食量吃四种吗？不对，四川的牛停水的小包装太方便偷吃了。鲜嫩的牛肉在嘴巴里感觉被拥抱了，好温暖呀，吃一包就想当一只四川的宝宝。我爸为什么不是四川人？叮叮叮，妈妈